们在有一部分人，特别是年轻人，在脖子上容易长癣，就长疹子，长一块一块的脱皮，特别瘙痒，还有我们叫做癣，有人叫做顽癣。实际这个在专业学的名字的呢，不叫癣，我们叫神经性皮炎。哎，它还有其他的名字哈，哎，但我们一般叫做神经性皮炎。它这个原因呢，它有以下几个因素。第一个就是你穿这个衣服的不合适，跟领子的摩擦刺激有关系。哎，特别是一些穿一些化纤的、毛的，哎，或者是带一些装饰的一些东西，项链儿，还有一些装饰项链儿，哎，可以刺激脖子上长神经性皮炎，哎，我们叫癣的哈。另外一个，有些人他喝酒可以诱发，哎，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睡眠不好，经常失眠的，哎，那就会脖子上经常长。长了以后就搔抓，越抓会越厉害，你发现没有？它越抓会长得越多，越抓皮肤越厚，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这种情况叫神经性皮炎，哎，这个不能按癣治疗，要专门买一些激素类的药膏，很快就可以控制。那最关键的还要避免以上所提到的可能的各种诱因，最好就穿纯棉的衣服领子，哎，最好少喝酒啊，哎，不要带这些装饰的这个项链了，哎，可能就会好。那还有一部分原因，它就是这个，